2023年10月30日，今年的两位热门新秀筷子兄弟 Chat 和 Wemby 新赛季第一次感受到了联盟的强度。首先在雷霆以95-28输给卫冕冠军掘金队的比赛中， Chat 面对两连庄 MVP 约基奇，防守端毫无办法，让约老师全场打了30分钟，16投12中，3分球2投1中，罚球3罚3中，轰下28分、14篮板5助攻的数据，正负值为正21。能看出来 Chat 已经非常尽力去限制约老师了，但后者就是能用各种办法将球在 Chat 头上打进。他每次出手前的假动作和对抗都恰到好处，将雷霆新秀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说实话，在联盟中已经有无数的成名内线曾被约老师打成玩具， Chat 作为一名菜鸟，没人指望他可以在 NBA 生涯第三场比赛中就可以干掉总决赛 MVP， 两人之间的级数确实差得太多了。此役 Chat 的正负值为全队最低的-23。至于进攻端，以一名新秀的标准来说， Chat 还是表现得不错的，打了26分钟，投篮12投7中，3分球4投1中，罚球4罚4中，得到19分、4篮板的数据，在比赛中展示出了自己灵活的脚步，但仍然无法填补防守端欠的债。今日 Chat 的评分只能打到 B。 赛后当约老师谈到 Chat 时，还是表示了肯定，他真的很有天赋，但这只是他的第一年， Chat 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，他速度很快，这是他的优势，而劣势则是经验不足，还有真心的，我觉得他应该再胖一点。除 Chat 之外，雷霆的其他先发成员也被卫冕冠军打爆。在对手强悍的防守下，少主 SGA 全场只有16投2中，3分球4投0中，罚球4罚3中，仅仅拿到7分、4篮板7助攻的数据。Josh Giddey 也不遑多让，13投4中，3分球2投1中，得到9分、2篮板3助攻。雷霆确实还是太年轻了，和掘金暂时从各个方面都不在一个段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雷霆的另外一位新秀，今年一轮10顺位的 Kason Wallace， 开季之后连续3场比赛打得都很高效。今天替补出场，3投3中，3分球1投1中，得到7分、3篮板1助攻1抢断1封盖的数据，评分为 A 减。接着是马刺以83-123输给快船的比赛，面对卡娇双双出战，整体实力强大的对手，马刺全员被打懵了。快船有7人得分上双，马刺则只有3人。今年的状元秀斑马温贝亚马遭遇了非常强硬的防守，全场打了26分钟，10投4中，3分球2投0中，罚球6罚3中，得到11分、5篮板2助攻1抢断1封盖，同时出现5次失误，正负值为-14，评分为 B 减。快船球员看起来已经研究透了斑马的打法和习惯，他们不断地给斑马上身体对抗，让温比整场都没能进入自己的节奏。作为一名万众瞩目的新秀，斑马应该有心理准备，每场比赛都会被对手针对防守，一个赛季有80多场比赛，状态也会有高有低。他赛后说，今天我们处于困境之中，但重点不是本场比赛我们有多么的挣扎，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振作起来，继续努力工作，走出困境。显然快船和马刺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，快船到了需要尽快出成绩的时候，而留给马刺的时间还很多，他们还在重建最初期，刚刚才确立了舰队核心和未来的方向，哪怕再摆一两个赛季，再累积累积天赋，让斑马成长成长，球队也是有耐心的，尤其斑马肉眼可见的上限极高。最后在今天开拓者以98-126输给76人的比赛中，今年的探花秀黑马王子 AKA 大帅哥 Henderson 继续撞墙，出战27分钟，7投2中，3分球4投0中，得到4分、1篮板3助攻1封盖，失误有4次，犯规5个，正负值为-17，评分只有 C。 他在过去的3场比赛中，场均只有7.3分、2.3篮板3助攻的数据，投篮命中率34%，3分球命中率仅8%。而开拓者则开季3战全败，与火箭、灰熊和篮网成为四支到现在还没有赢球的球队。兄弟们，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